形成嘅。多謝。陳女士。我可以開始未啊？是啊，開始。我是陳燕娥，是中港青少年創會副主席，我會支持 CY 普選連任，支持 CY 馬上立成立個創科局，可以推動個創意產業發展，做到香港發掘更多頂尖的科學家，造福人類文明進步，用科學解決重大的難題。本會支持設立統一的資訊和通信科技專業認可架構，支持 CY 加速建公屋居屋發展東北計劃和保留高爾夫球場。我會是反佔中的，在這裡我想譴責昨天有些人企圖抹黑的手段去搞吳議員，說這些是藉口去阻礙東北計劃，其實這些低莊厚民什麼利益衝突，這些斗領的雞毛蒜皮的暗說出來笑死人，蘇琪啦，我會還有是參吳局長善意提醒部分的教師學生不要誤人子弟，腦袋閂埋就被人誤導走去的佔中，犯了法還要家長保釋，家長是蒙在鼓裡，還等人，是不是等過有事才知，已經為時已晚了。你們最厲害的抹黑手段就是製造人家製造白色恐怖，我想香港都未是不是搞到浴火重生。我會要譴責反對設立統一架構，講乜家藏疊屋。多謝曬你，因為你講嘅說話同今日嘅議題無關，咁所以我只可以停止你嘅發言。陳女士，請你停止發言。我哋跟住落。警告你咯，如果再講，我哋請你。陳女士，其實我哋已經停了你的麥克了。好了，你的時間夠了，是請你停止發言。請你停止發言。如果你不停止發言的話，我就需要請你出去了，陳女士。陳女士，你聽不聽到我說話？好，多謝曬，咁咧就而家咧就。